李雄怎么还没到？李雄怎么还没到？先混出去再说。春儿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浩队长，我去扔些废旧衣物。上善局什么时候开始管理衣物了？这不是上一局人手不够吗？红姑姑就让我帮她把这些废旧衣物都扔出去。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去干活了。等等。